走咱就走啊，你有我有。王倩，你疯了？走啊！不是你穿成这样干啥呀？我跟你过万圣节去啊？过啥万圣节呀？看不出来吗？旅游必备，今年新款，《太阳的后裔》。你能不能不恶心我？还《太阳的后裔》？你赶紧的，你到底有什么事儿？你赶紧说。前几天你在朋友圈说要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，你的旅行怎能无我？走。走啊走啊走啊！你要带我上哪儿啊？去的地方多了，有匈牙利、赫罗马、布鲁塞尔、迪拉纳、波兰、柏林、索菲亚、南斯拉夫、葡萄牙、摩洛哥、赞比亚，还有阿尔及利亚、布隆迪、卡芬达、华盛顿、温哥华、墨西哥、巴拿马、洪都拉斯、尼加拉瓜、也门、巴林、安哥拉、科威特、新加坡、越南、老挝和泰国、瑞士、瑞典、意大利、印度、伊朗、西班牙。你要带我去那些地方呢？这些地方我带你都去不了。那上哪儿？农家院。出去那个小米粒，你能不能对我温柔点啊？要不真的，你想去哪儿我陪你。去哪儿？去哪儿我也没想好呢。嗯，这不我有一高中同学现在搞旅游呢吗？我让他为我定制了一套旅游计划，马上就给我送过来了。那关你什么事儿啊？你赶紧给我回家。哎，那我就更不能走了。我得听听他的计划，如果他的计划没有我的计划好，你就跟我去农家院，完事我还能当你助理，还能那啥给拎包啥的，是吧？瞅你贱样，行吧。嗯，这样啊，等会儿他来了，你不许多嘴，不许不说话，妥嘴必须放心吧。小米粒儿香吗？小米粒儿，好久不见，老同学，老同学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哎，看见没，人家这才叫太阳的后裔呢，你那叫后裔的太阳，啥意思？啥意思啊？就是你被后裔给射下来了，脸先着的地，摔老惨了。啊，老同学还是那么幽默。你还是那么高。你还那么有劲儿，你。老同学。哎，老同学。你说你有哎呀，好久不见了。对了，对，特别像。咱俩挺长时间没见面的，是吧？哎呀，什么玩意儿是吧？